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92公斤级的超级战。蔡老师，你看这一上来就是要 KO 的节奏吗？哇，那过去这个奥利佛在泰国啊，他都会留一手，因为他怕把对手打伤。一般泰国人都小他很多，他只出一腿，他就可以 TKO 对手了。对。但是到了场上来，这个郝光华跟一般的小老太不一样了。郝光华很壮，很壮。对。一开始奥利佛就有个高扫踢啊。那奥利佛已经到国内打过3次比赛了，从小先练空手道，再涉略多种武术，然后最后选择了在泰国打泰拳。那奥利佛拥有这个泰国的 WMMO 85公斤级的冠军，跟 K Energy 90公斤级的8人赛冠军，所以实力非常坚强。对，而红方郝光华是武林风90公斤级的洲际金腰带。你看两位在身高还有臂展上都相差不多。郝光华身高是1.88米，臂展1.92米。奥利佛是身高1.90米，臂展2.03米。对，那奥利佛就身高稍微高一点。一般这个泰国人要这个拿奥利佛的把是拿不动的，因为奥利佛的腿太重了，所以他找了195公分的功夫熊猫来帮他拿把。哦，郝光华在第一回合也打得有点吃力哦。对。好，比赛继续。郝光华过去打过最重的是93公斤，那打过最高的呢是这个奥莱格，身高2米，而那个家伙太恐怖了，那个绝对不能再跟他打了。哇，郝光华发功了，给住手。你看这个奥利佛平常就很斯文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打拳的，所以看起来很高。对。哇！今天两个人棋逢对手。哎，对啊，小鸡，啊，你看我的肩往前走，走，我理解了，三拳加一对。那原先这个郝光华认为奥利佛是85公斤级升上来跟他打的，可能力量没有优势。但是看起来第一回合两个人是旗鼓相当的。对。哦，郝光华的重拳都被这个奥利佛给照单全收，吃下来了。哇，哇，这种重量级别哈，哇，这一拳一腿我们都觉得很感觉，感觉到那个分量，还有10秒。哇，重量级的魅力啊！对。其实就像刚才老师讲的，两位这个在力量上是旗鼓相当的啊，你并不会觉得说奥利弗从85的升到现在会觉得他逊色一些，没有感觉到啊，尤其是他的腿啊，他也觉得啊今天打得很过瘾，因为在泰国他不敢出这个腿，因为他把这个泰国对手给踢伤了，那今天对上郝光华毫不保留。对，那当然郝光华的接腿摔也不错啊。好，第二回合的比赛是，因为对方腿比较好，所以一龙就叫这个郝光华接着摔。对，哇哇！其实这个你看，这个奥利佛也不简单了，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可是能够顶住这个郝光华的重拳。那我们如果在国外的话，教练会说 No mercy， 就是不要客气，全力进攻。今天场上两个人呢、都是不客气的，对，全力进攻。好，不要搂抱。哇！哦，被抢到了背了。郝光华看，又被警告了。他是被动式的背对对方了。打出打出人，对。那该几个动作看起来是蓝方奥利佛的拳啊，就是动作比较差一点。但那个腿真的就是很重啊。
是的，你看他的这个手臂感觉没有郝光华那么的壮，但是你看他的腿还是比较粗壮的。手臂不壮，出拳呢也没有那个爆发力。对，那郝光华的拳就是很沉，爆发力又重。郝光华在抓反击。哦，这个对手这个腿啊真的是命中率很高。郝光华过去啊就是对于对手的低砍低低扫踢都是没有去接的、这个部分要注意。郝光华就曾经被 TKO 过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对方一直踢他的大腿。其实郝光华是能接腿的。对。哦，这一个郝光华用下劈腿啊跟对方对决。好，到了第二回合还是两个呢难分高下，棋逢对手。郝光华也是用尽他的全力去打了，对手相当的顽强。哎呦，哇，这中扫哇，都是中扫跟高扫都是你的奥利弗在泰国 TKO 对手的得意技。有一场比赛他把老太一腿就踢飞了，其实老太没事，但是他害怕完全不站起来不打了。哇，能把郝光华打退真的也不简单了。对，这个奥利弗的腿真的是让的郝光华很担心很害怕。对，好，最后的几秒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个郝光华的手就特别放下来，他就是防对手的低中扫。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五连风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五个六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好啊，第三回合郝光华注意一下，郝光华为了保护肋骨他的手是放下来的，这样头部会被踢到。我们可以看再看一下近身的时候，郝光华的后手放下来保护肋骨，但是头部露出来了，所以这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那刚才一龙讲后直前摆，郝光华的后直是很难出来的，因为他手拿下来是要保护肋骨，他没有时间去出后手，他怕出后手呢他的肋骨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后直前摆是很难的。但裁判看这个眼神好像就滑倒了。郝光华这个近身的机会抓得很好。反击，最后一回合，南方烟灰继续踢，郝光华烟灰招反击。推深一点啊，推开了，注意推开瞬间有没有动作。二的技能打完，可惜推开瞬间没动作。对的，进来进来上了，也是啊，广告后期前面往前走，要注意他后腿出，要直接在双方都在叠对叠斗智。南方的武器就是腿，郝光华的武器就是拳。对，做了一个西法。好，分开还有一分四秒。体能打完啊，输出动作再对。一龙讲的没错，这个奥利弗没有拳，但是他腿很凶啊。对，你想找到这个出拳的时机也没有那么的容易。是，而且你看这个奥利弗的手是拿高的，他是有挡到他自己的脸。对，所以要打穿他的抱剑没那么容易。是，我出手急，他踢腿都往里进，准备 escape。
所以郝光华要寻找机会往里进。你看这个蓝方一直在瞄瞄这个郝光华的肋骨，郝光华自己也知道，右边的肋骨都被这个我们的奥利弗给锁定了。所以其实在场上呢，双方都会知道对方在打什么主意，对，他在瞄我哪边，要做什么动作。是，我们先来介绍，十五秒，走了，咱俩的，走吧，石头和我。郝光华要不要出拳？哦，先顶住拳，先抵住一腿啊。哦，十秒。今天真是大级别的打的，哦。三秒。哇，其实看得我们也很着急哈，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打拳对郝光华来讲是优势的，是，可是要怎么打，怎么样能打得进去，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前手是没问题，但是后手他很担心啊，这个肋骨啊。对，你看了好几次中扫，你看是中扫，他对肋骨来的。哎，有效果，哎呦，爬起来很快。裁判30比27，二号裁判29比28，三号裁判30比27，比赛结果红方胜 ，winner。